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再度来到李记正宗广东肠粉，营养就是要真的，这是这间店真名的样子。好，现在台北市下着雨了。好 ，OK， 这是在一个转角里啊。好，那菜单就在这边啊。好，老板娘早安，那我想要那个虾仁加虾仁的肠粉这边吃。可以虾仁加虾仁吗？110嘛哦。OK， 嘿，谢谢。我觉得这边虾仁很新鲜哦，真的很赞。这是想要加那个松贝的虾仁啊。好，热腾腾，热腾腾。再淋上这个特制酱汁，来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就好了。妈呀，外面雨越下越大了。啊，现点现做，很新鲜啊。啊，真的很滑口哦！啊，这个虾仁看起来多新鲜啊！哦，真的很棒。热腾腾，热腾腾哦！今天天气蛮冷的，吃个热乎乎的东西，觉得很舒服。啊，相当滑口。真的棒，超美味。啊，这个现剥虾仁肠粉是算是这边的招牌啊，然后加上这个店家辣椒酱，真的很美味啊。哦，虾仁 Q 弹，好，肠粉滑口。啊，这么早就可以吃到，真的很棒。
赞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是满分哦，真的很棒。赞。好，那我想要再加点一个韩国泡菜加虾仁，好像帮 N 嫂试试看看哦。刷油，好，再加入这个现磨的米浆。这个虾仁真的赞，好，那这边就有关于这个广东肠粉的说明，可以按暂停键看一下。个人猜测，这个韩国泡菜应该很赞。好，一样淋上这个特制酱汁啊。好，现在就吃吃看啊、哦。哎呦，哦，泡菜酱加热之后变好吃哦。好，赞赞赞赞赞，那这个泡菜是新的哦，不错，好吃。啊、哦，还有这个泡菜的香气哦，因为这个米制品刚蒸好会比较软哦，所以会破掉。好、哦，样样都很美味哦，酱汁不会过咸，真的很棒。个人觉得是满分佳作，但是我猜 M 嫂应该是会比较喜欢吃虾仁。好，很棒，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